如果金丹不能帮我把事情说清楚，你还会相信我吗？他还好吗？行了，但是很不好。 洁白，你醒醒醒了，啊！孩子早没了，醒醒，这就是个破枕头。你干什么呀？这是我的孩子，这是我的孩子呀。 你们俩干什么？对不起，不知道我变成这样了。他们俩订婚你不知道吗？你们为什么要把他们害成这个样子？叶叔，如果这一切是错，他是我一个人的错，这和曼君没有任何的关系。那好，你告诉我，现在该怎么办？你把他害成这样，想过我该怎么办吗？ 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快推车！安君，你怎么了？医生，医生！ 真的不打算在医院休息一下再走吗？
这件事情要告诉佟卓瑶吗？孩子没了，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先去结个账啊。 我这才出去一周，怎么发生这么多事情啊？说吧，现在一个刚出院，一个还在医院里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现在怎么选都是错的。 那个叶洁白的孩子什么情况？你不准备解释了吗？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要订婚，我说真话说假话都不是。那事情都这样了，你还是要保护他是吗？ 现在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，我怎么还忍心伤害他？我和曼君的孩子也没有了。对了，你的婚礼我就不去了。不幸之人还是多远一点好。多多要跟我分手了，曼君也不要我了。好啊。 我不想再装疯卖傻，把他强留在身边。要是现在说出真相，佟卓瑶只会恨你骗他，他会更快毫不犹豫地跑到阮曼君的身边。那个时候，你真的什么都没了。可是我不想骗他。 是，我也替你松了口气。孩子没了，佟卓瑶想不认，他也没有证据了。我已经没有孩子了，他不应该成为一个借口。 不想骗他，可是我又舍不得离开他。你能明白我心里的感受吗？洁白，你要明白，你要是现在一下子变清醒，把事情都说清楚，那你就成了骗大家的那个坏女人。佟卓瑶她肯定会马上跑回去跟阮曼君复婚。 真的到了那个时候，你让爹爹跟大家怎么解释？已经这样了，你再忍一下吧。爹爹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佳佳，佟卓瑶这两天去找那个阮曼君了。
当然没有，他不是已经答应过您要留在洁白身边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明天就是童家和钟家签订合作合同的日子。你是怕他不再需要叶家，会有变故？哼，他把洁白害得这么惨，想拍拍屁股走人。我就是搭上咱们叶家，我也绝饶不了他。只是到了这个时候，我不能让他们觉得咱们叶家可有可无啊。应该有个人比您更不希望他们合作吧？你说的是戴静姐，她现在都已经自身难保了，她还能做什么？正因为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他才会不顾一切的去争取。在线卡吧，怎么了？你跟他说我有事，让他等一下再打。他说他有急事儿。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怎么了？只是初期了，其实你只要好好的配合治疗，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得到控制的，你相信我。能控制多久啊？一年、两年，还是三年、五年？能控制一辈子吗？你不是怎么知道不行？而且现在专门针对阿尔兹海默症的药有十几种，都处在临床试验阶段，只要有一种成功，那你就有希望啊。要是都不成功呢？你要是一直这样消极下去的话，即便是药物研制成功，你也病入膏肓，没得用。这个事情千万不要告诉我妈。好，那你先答应我要积极的配合治疗，要不然这么大的事儿我可担不起责任。你要答应我，除了你以外谁都不可以告诉我。这个我不能答应你，我马上就要回英国了，你身边总要有个人照顾你吧。我觉得你应该告诉曼君，她是你的妻子，有知情权。如果你不方便说，我帮你去说。不用了，我不会再跟她在一起了。你又要干嘛？
我既然不能给他幸福，我更不会做拖累他的事情。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你早点休息。这么巧，戴总不请我喝一杯吗？知道为什么让你请我喝酒吗？是想告诉你，我是站在你这边的。你想说什么？金河还有几天才对我宣布倒闭，一个人在这儿喝闭门酒，为什么不找一个棋逢对手的人陪你喝呢？反正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何不最后一搏呢？你把我的酒都给喝了，我喝什么？服务生，再来一杯。Double。几位请过目。你们只要在这个借款合同上签个字，然后每一个人拿出一部分钱来给我，我就可以用高价切断同事工程的供货资源。我拖住时间，合同期一到，他就没有办法还中石的钱。你们自然可以拿到佟兆尧抵押在中石的股份，难道这不比那一半的利润要多得多吗？思考一下。
我们离婚吧，这是我想说的，签字吧，原来你。 早就决定好了，祝他早日康复，祝你们幸福。这就是你想要对我说的吗？还有，祝同事川曼君。 你要我说什么呢？是我们的孩子没有了，我也快要疯了吗？还是说，我把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都给了你，可你还是骗了我？ 你到底还是不相信我？是我太高估我自己了。你应该知道，我恨我的父亲，我恨他为什么纠结在两个女人之间，毁了两个幸福的家庭。 所以我发誓，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哭。我一定会和我爱的人不离不弃，共赴生死。别说了，你根本就不会懂的。现在我站在他被指责的位置上。 我才知道选择有多难。他当初为了信守承诺回到我妈的身边，造成了今天这样不可挽救的后果。 那就把不开心的一切都忘记，找一个人好好的爱你，有一个你梦寐以求的家，有自己说晚安。
好这一切早就习惯，我爱我拉过钩，静静的角落没有暴雨狂风，我爱我美丽。关的人生，自己说晚安，中午醒来吃早餐，苦笑这一切早就习惯，我爱我拉过钩，静静的角落没有暴雨狂风，我马来的客户不肯签合同，戴应杰给的价更高，而且他还说，说，他说不管我们出多少钱，他都比我们多出10%。金口不是已经破产了吗？他哪儿来的资金啊？好像是陈刚帮他拉了很多忠实的股东投资。跟我来。我可以把钟老留下的股份都给你，但是要等到忠实和同事的合作结束以后，而且你要答应我，从此以后不会再对同事有任何的恶意竞争，否则你什么都别想拿到。我只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，你又有什么资格来跟我谈条件呢？3年之后，我会把我手上同事的股份都给你，可我现在就想要。你别太过分了。钟老师去世了，但是我妈还在。我妈不在了，拿不回来的东西，你可毁了。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耐，为的就是保全钟氏和同事，有一天把这一切都还给他。可是他呢？他却一直在逼我。我马上去一趟马来西亚，当面把事情跟他们说清楚。您别担心，一切都会有转折的。帮我订机票。我要亲自去。等我再回来的时候，不会再有金河这个名字。
钟老，如果我现在把属于他的一切双手递给他，只会让他更加目空一切。他不只会毁了公司，还会毁了他自己。三年的时间，我恐怕是等不了了，所以我要换一个办法。我不会再对他有任何的忍让，我要彻底击败他，让他可以清醒地看待这个世界。只有有一天，他可以成长到完全支撑起两个家，我才会放心把一切都交给他。找他，你还提他干什么？他为什么不来看我呀？他为什么不来看我和孩子呢？你就当那个同志让他死了。他为什么不来看我呀？洁白，你来干什么？他佟仲尧为什么不来？仲尧在公司处理一些业务，他很快就会来的。洁白，洁白，你怎么样了？你出去。洁白，你出去！你们都出去！在这等他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洁白现在这个样子，我看他一时半会也好不了。订婚的事儿，你该不会是要取消他的订婚仪式吧？这样吧，干脆你也离开那家律师所，带他回加拿大，找一家最好的医院。等我把红月的事处理完了，也回去。洁白他现在离不开佟卓瑶，而且阮文君马上就要去英国了，洁白可以把佟卓瑶给留下来。以洁白目前的状况，就算是留下了又能怎么样？哎，这都怪我，当初就不应该答应他回国。不然也不会发生这么多。Daddy， 不管怎么样，洁白已经如愿以偿的跟佟卓瑶订婚了，他很开心。如果你非得把他们给拆散的话，我怕洁白的病会更严重。唉，吃饭吧，吃饭吧。已经跟杜伦大学沟通了。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。对不起啊，说好了放弃的机会，现在又要去了，给您添麻烦了。什么都别想，就当给自己放个假。哦，郑董事说他在开会，不方便接电话。是不想接。他们都不出资，货款也不够，合同要签不成的话，就把我的那个钱先……淡定，都是成年人，坐，坐，沈总。你答应接手中视，
就给我两成股，到现在我一分钱也没看到。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啊！你知道你的钱在哪儿吗？我拿去跟马来西亚的公司签约用，付了定金。所以，如果你要不想你的钱一分都没了的话，就赶紧给姓郑的打电话，让他快点给我打钱过来，别在这儿唧唧歪歪，做点正经事儿。我说清楚了吗？抱歉，公司因为价格还是选择了大先生，我们跟签过合同了。听林助理说，只有陈刚给了戴妮姐钱。没想到你中文说的这么好啊！据我所知啊，戴先生手上的资金只够支付你们定金的。既然你们已经确定了合作，那我给你一些建议。你可以在合同期的最后一天再给他交货，以免公司有不必要的损失。谢谢你的提示，但是这次我帮不了你了。下次我们合作。你怎么不挽回一下呢？咱们付违约金也行啊。他们都已经确定了是。怎么拦啊？那就眼睁睁看他们签合同。只要我们可以把时间争取到合约期的最后一天，中视的股东没有人给他钱，没有货款，合同，那不就是一张白纸吗？那咱现在回国吗？给林助理打个电话，让他给我召集中视所有的股东开会。你别自己掉坑里，别把大家拖下去。我这是要你什么？你以为戴静杰答应你拿回中视的股份会分给你，就真分给你啊？或者说一点，同事绝对不会眼看着工程停下来。我会拼尽最后一分力，但是如果同事接下来因为价格战而输掉的话，各位手上的股票将会一文钱都不值。只有同事可以正常的运转，你们才可以收获到最大获利。为了满足各位的需求，我可以将投资比例改成为46分账，中视占60%。三天之内，我们要在合同上看到重新分配的补充条款。明天我就会把合同交到各位的手上。好，太好了。林卓瑶已经签了补充协议，他们都等着拿那60%利润。我不干了，股份我也不要了。你把本金给我就行了。还不起你，我没钱现在。你给我点时间吧，好吗？我连本带利的还给你，我会感激你的。戴总。郑清来了个韩律师，他说是来接替阮律师工作的，说阮律师去英国深造了。知道了，谢谢。